各位同学，各位老师，上个礼拜在台中，我去有一个讲习，讲习完了以后呢，就有修女跟我讲说：“神父，神父，那你一定要给我们在这个圣诞节之前，也要讲一个什么东西。”我说：“圣诞节，我这个圣诞节已经之前没时间了，那就在下一个圣诞节前好了。”我说：“那下一个圣诞节之前，我不知道我还活着吗？”他那个修女就你怎么可以这样讲话？对不起，那我下一个圣诞节之前死到哪里去了？其实还不知道。OK， 无论如何，如果你知道最后我们要碰到的是什么事情，其实就可以反过来推算说，那我还要有多少的准备？那我可以怎么样更好的生活？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么高兴，我们最有智慧、满头白发的赖神父帮我们讲万民思默。那时间不多，我们直接把麦克风就交给我们的赖神父，也借大家的手欢迎一下我们赖神父。好，谢谢。这个首先容许我把这个口罩拿下来，因为戴着口罩我会呼吸困难，那讲话讲不清楚，然后会影响脑的这个思考的脉络。在开始以前，各位一边用餐，然后我祈祷为各位用餐愉快，也为我们等一下的演讲能够顺利，也能够蒙天主特别的恩宠来启发各位。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们。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那各位可以这个自由的用餐没关系哈。上个星期我们跟各位做一些分享，那是关于这个我们的信仰，还有我们的服传工作，以及在服传工作可能会面对到了一些的困难或是挑战一些问题。那我们在上次的这个分享当中特别提到，说知识它就是力量，为什么呢？因为知识它会产生我们的信心，信心给我们力量，啊，给我们行动的勇气，然后在行动以后呢，我们就会产生成就感，那成就感它就是我们的喜乐的来源。其实这一个从信仰所产生出来的、延伸出来的服传的行动，以及在服传以后我们享受的天主给我们恩宠的那种感觉，它是非常灵性的、非常优美的。其实它不是一个压力，它应该算是一个每一位基督徒的一个内在的一个修为，或是内在的一种这个享受。OK， 好。所以，那么今天呢，在上次的分享当中，我们介绍了我们的第一本书是《信仰提问》。在这本小书里面呢，是罗列的一两千题这个问题，但是并没有答案，因为答案有赖于我们自己去设计、去寻找一个专属于自己的答案。因为这答案除了它的精准度以外、客观精准度以外，它还需要一些教会的生活见证，以及自己的一些生活体验，还要加上自己的祈祷跟天主产生的关系，这些融会贯通以后呢，它会形成一个专属的一个问题的答案。这答案它具有强烈的分享性，因为我们相信信仰是一种分享，它不是有强力的灌输，也不只是一个知识的这个传导而已，它是一个信仰的分享，更好说是一个生命的传输。意思是说，借着我们的宣讲，我们要将从天主那边来的生命或生命力，那通传给我们所关心的朋友或社会大众。这是我们上次跟各位提到的这个想法。那这个想法或者这个小册子，它的一个目的是要我们去面对问题，然后寻求一个全面性的解答的解决的答案。
那这答案怎么去解决呢？上次我们跟各位提过说，我们曾经尝试的从这上一次的信仰提问那17个议题当中抽选出一个议题来做一个范本，那就是从这17个议题当中我们选择的最后一个议题，就是世界末日，就是人生的终结的时候人要面对什么样的环境的情况。所以那我们就选择这个主题，然后做一些研究。那么这研究完了以后呢，也是呈现给各位做一个示范跟参考啊。这就是在面对我们这17个议题当中的其中一个议题，万民四末、死亡、审判、天堂、地狱，这个万民四末的议题当中，我们跟各位做了一个小小的示范。那这是一个解答。那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进一步来跟各位分享到，在面对这些不同的议题时候，我们可以有哪些的一些的准备，或是哪些的研究的态度、理解的态度，或者是说深入到这个题目里面的这个感觉是什么？所以我们跟各位做一些分享。好了，所以今天就是我们这个主题谈的是万民四末、死亡、审判、天堂或者地狱。人生就是这四个最后生命的每一个人都要遇到这无可逃避的这个议题。所以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我们大概每一个人或是每种环境都比较忌谈这一个议题，因为它是死亡，谁都不喜欢死亡，因为死亡给人的经验不太好。但是啊，每一个人的死亡的态度，每一个人对死亡的了解决定了他生活的态度。一个人越了解死亡的内涵，他越懂得是怎么生活。如果他懂对，他生活都会很精彩；如果他懂错，他会全盘皆输。面对到死亡最后一刻的时候，他会发现全盘皆输，这一辈子白活了。所以人会害怕、惧怕死亡，排斥死亡这一个议题。好了，所以我们今天就先带各位进入到第一个我们所要探讨的主题，就是死亡。死亡是什么呢？非常奥秘，因为没有人能够答出这个答案是什么。那么在我们的天主教学术辅仁大学天主教学术研究院，从前天那开始的一个读书会，是我们的科学与宗教在这个研究中心那所举办的这一个读书会。那这个读书会是每一年都会针对一个主题啊，连续好几个月，然后邀请了我们学校的老师、职员、学生们来参加。那么从前天开始的这一个第一次的读书会，大概有20个人上下的人来参加。这一次的研究主题是很有趣的主题，跟我们这个今天所讲的是有关系的。其实大家所怀疑就所关心的问题，就是死亡之后是什么？这是一本书，探讨的是说人在死亡以前，人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准备？在死亡的过程当中，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以及人死亡以后，人所要面对的环境是什么环境？他从一个科学性的角度、医学的角度来做一个探讨，里面收集了很多的这些的濒死经验的一些案例。意思是说，在生活当中有许多人曾经经历过濒死的案件。什么叫濒死呢？简单说就是半死不活，想死死不了，因为还没死完，但死了一半。有些人有不同的感觉，所以因此。这样的感觉是真实的吗？还是虚幻的？还是虚拟的？是来自于客观的发生的事实，还是一个主观的意识的引导所产生出来的？还是生理的大脑的一些变化、化学变化所产生出来的一些幻象？各有不同的思考。不过有一个这么多的案件当中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结论，就是人除了这个身体以外，他还有另外一个所谓的灵魂的部分。而这个灵魂部分它是可以跟身体分开的，意思是说身体可以是身体，灵魂是灵魂。那这个灵魂分开以后，它可以从一个第三者、旁观者的这角度来看他的身体的状况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我们每个人都没办法生活在我之外，我永远生活在我之内。我没有办法从后面看到我的后脑勺，别人可以看到，可是我看不到。但是据某些有濒死经验的人，他们说曾经他们的灵魂离开了他们的身体，从外面角度来看他们整个身体的变化，
整个身体的所处的情况，哦，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感觉。那么这个书里面也很有意思，提到说每一个有过濒死经验的人，就是说他们曾经灵魂出窍过的人，他们再回到原来生活的时候，他们的生活观改变，人生观改变，他们发觉以前模糊的事情现在可以参透，以前执着的事情现在可以放下，以前认真的事情原来他不必这么认真，以前所重视的事情其实他并没有那么重要，真正重要的事情那是他离开了身体才发现的事情。哦，意思是说在人的生命当中有一些事情是比我们所想象的更重要的事情，而却尝试我们所忽略的事情，死亡就是其中之一。在圣经当中，那有耶稣举过一个例子，说一个富翁跟一个他在这个每天就是这个丰衣足食的吃得高兴，那在门口有一个拉扎路乞丐叫拉扎路，那去求这个富翁给他食物，那这个富翁随便就打发他，后来两个都死了。那个可怜的在人世间做乞丐的拉扎路，后来因为他痛苦，他升了天，在这个亚伯拉罕祖先的怀抱当中享受永远的福乐，反而是那个富翁，那死了以后，在这个地狱里面，那祈求一点点水的滋润。请问呢？请问，在富翁跟拉扎路这两个人之间，谁最不怕死？拉扎路最不怕死，他不但不怕死，他还想死得不得了。为什么？这个世界为他太苦了。那早死早超生，是不是？那最不想死的是那个富翁。为什么他不想死？他不舍得死，因为死亡为他来说是抛弃他所有的一切，他的荣华富贵，他舒适的生活，而要面对一个无知的一个未来，完全一个模糊不清楚的一个未来，自己不能够掌控的未来。在活的时候他可以掌控一切，在死的时候他一无所有，他空手来，他空手回去。所以他面对这样一个无知的世界，所以一个人他越了解死亡的意义，他就越知道怎么去处理他活的时候的生活啊，这是一个相关的一个议题啊。好，那么所以其实在我们的这个人群当中啊，对于死亡的态度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什么？怕死得不得了，就是身体一有稍有病痛就立刻看医生，生怕这个死亡提前到来，怕死。然后另外就是啊，不怕死的人，还另外就是不想死的人。等等，就怕死，一个是不怕死，另外一个是什么？他不知道死，他对死亡完全懵懂无知。所以这个不了解死亡的意义的人，他的生活时候他会有一个不同的一些态度。可是死亡真的是这么可怕吗？其实很少人惧怕死亡。我们很多人他并不怕死亡，他怕的是什么？怕的是死亡的过程。因为在很多的我们实际生活当中，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死亡的过程造成人的痛苦，而不是那死亡的当下。死亡当下人眼睛一闭停止呼吸，人就走了，那只有几秒钟的事情而已啊，并不会觉得很痛苦。可是死亡的过程却不得了，不管是生病死、意外死或其他种种原因的死亡，如果这死亡的过程拖得越久，那么它所造成的影响就越大，给人的阴影就越大。所以其实人所害怕的大概是死亡的过程，而不是死亡这个事件。可是为什么人会怕这个死亡的过程呢？而不怕这死亡的事件？其实人是不太容易接触这个死亡的当下的，人们所看到的刚才说的都是死亡的过程。可死亡从哪里来的呢？它纯粹是一个生理的问题吗？是一个生活的问题吗？是一个生命结束的一个过程的问题吗？其实不尽然。在教会当中，死亡它是有原因的，死亡不是天主所创造的，死亡也不是人天命，它原来根本就不属于人的生命的一部分，不属于人生的本质的一部分。那从哪里来的呢？我们可以去回溯到圣经当中，去看看死亡的来源以后，我们就会发现怎么去处理这个方式，怎么去了解这个方式。在圣保禄中就说，他说死亡是来自于人的原罪以后，原主母犯罪以后，死亡进入这个世界。为什么会死亡？因为原罪以后
进入这世界，因为罪的本质里面它就包含了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它就是任何的罪它就会造成的分裂。我对你不好，我如果对你某对某人有意见，对人家记恨或者嫉妒等等的，我们两个之间就在关系上产生了距离，所以这个仇恨越大，我们的关系就越远，到最后仇大到我们完全断绝关系的时候，啊，这个罪恶大，罪恶会大到我们完全断绝关系。好了，所以因此罪本身在原始的内涵上面，它包括了四种关系的断绝。第一个是天主跟人之间的关系的断绝，天主因为爱创造了人，可是人却违背了天主的命令，跟天主断绝了关系。断绝第一个，断绝天人之间的关系；第二个，断绝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原主父母，男的女的，亚当犯罪以后，厄娃犯罪以后，亚当会怎么想？就是你引导我犯罪的，就开始心生抱怨等等的，就产生了距离，不再那么信任了。以后你再给我吃东西，我要想想看，这东西吃了会要命，还是给我生命？人开始怀疑，不那么信任别人，开始关系有了出了问题。第三个是罪恶会产生人与物质之间的关系，跟着世界的关系。第四个最重要的是人会产生对自己的关系的破坏，对自我的关系的破坏。人在怀疑，我还有真正自由吗？我能够善用我的自由吗？我在运用我自由的时候所产生的行动结果，我能够承担吗？我要承担这个行为的结果。所以人他自己对他产生了一种关系的破裂。如果说是罪造成了我的内在的分裂的自我分裂的话，自我困惑分裂的话，那么什么样的分裂情况是大到是最大的情况？人在自我分裂的时候，我自己内分裂的时候，什么情况是最大最严重最大的情况？那就是灵魂跟肉身分开啊，灵魂跟肉身分开，那是最造成对人造成最大的伤害。那灵魂跟肉身分开叫什么？它就是死亡，因为灵魂再也不能够控制这个身体了，身体也不再有灵魂的引导，它变成一个停止状态，它不再成为一个自己的主人，它的自主性消失，它跟别人的交往也因为身体的这个停止运作，它不能够再跟别人交往，它只能成为一个孤独的存有而已啊。所以死亡是来自于这最大的罪恶所产生的它的结果。好了，如果是这么说的话，那死亡它是在一个人原始并不存在的情况之下，后来所产生出来的，是来自于人的行为的结果。所以这个死亡其实它比较取向于伦理性的解说，它不太是取向于一个生理性的解说，器官衰竭、器官停止呼吸，那这个心脏不跳啊等等，血液不流等等的一些生理性的关系，这些关系是来自于分离以后，灵魂不再去主导。不再去引导，更好说不再去催动身体的这些运作以后，它自然停止。那自然停止就是一个生理性的死亡，它也造成一个从伦理性的死亡造成一个外在生理性的死亡。这是教会的理解啊。那其实是不是这样子呢？可是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大家没有这么多的，一般来说没有这么多的宗教性的一些的意识到这样诠释。可是我们真的是意识到这个生命的终结，它就结束了，它就停止了，就不再是我自己的。我想做什么，什么事都不能做，一了百了。从此以后，我也不能够跟别人沟通，别人也不能够再跟我沟通。然后最后是什么呢？我们看到那个身体的，因为没有灵魂的滋养，没有灵魂的推动，它逐渐在停止运作当中，趋向于腐败，最后它结束消失。所以死亡给人的感觉是一种消失吗？可似乎又觉得这个消失以后，那灵魂要去哪里呢？如果说灵魂它不属于这个物质的这一个，也不受物质的有形时空的限制的话，它可以超越时空自己存在的话，那它要去哪里呢？似乎这又是一个问题。那人们真的是相信一死就死了吗？感觉上我们是这么觉得，好像人死了以后就死了。可是如果从一个例子上来说，我们大概没办法接受人一死了以后就什么事都没有了。譬如说在我们的殡葬文化当中，如果一个家人或一个朋友
他过世以后送他去这个土葬或者去火，尤其是火葬的时候啊，进入到这个焚化炉的时候，旁边人都会说什么？惊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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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是什么？他说这个人没有死，不是死了他跑哪里去？意思是说我们烧的只是他身体的一部分，但实际上有一部分他是不会接受这个火烧的，他会自己跑掉。所以我们鼓励他，提醒他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脱去这生命当中的最大的劫难。OK， 好，就是由这种方面啊，我们都会发现，这个似乎的死亡，它不是生命的结束。那不是生命结束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看哈，其实，在不同的宗教在处理这个死亡的问题的时候，它有不同的诠释的一些方法。那如果说我们从一个教会的角度来说的话，我自己可以把这个生命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什么呢？就是当父母亲受孕，我们受孕的时候，父母亲让我们受孕的时候，我们生活在妈妈肚子里面的那9个月的时间，我们在外面过，在里面过得好好的，与世无争，然后有什么母亲都帮我照顾好好的，是不是？要吃，嘴巴一张开就吃了；要喝，嘴巴一喝就喝，没有烦恼。那是一个舒服的世界，可是那是孕育的世界。所以第一次，他准备他自己去接受一个离开妈妈肚子以后，他所要面对一个全然无知的情况。OK， 好，等到他出世以后呢，果然不错，他面对一个完全无知的情况，他开始慢慢成长，从小 baby 慢慢开始长大，年轻人、中年人到老年人，看起来结束，对不对？这五六十年、六七十年的生命，好像是个结束，慢慢走趋向于90岁、100岁的那个生命的死亡结束，对不对？不对，他是第二次的孕育。为什么呢？就如同第一次孕育准备接受这一个新的生活，同样的是我们在世生活的这六七十年，它也是大的一个孕育期，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充实我们自己，让我们器官越来越健康。这器官已经不是我们的生理性的器官，而是一个灵性的器官，让我们在现世的这七八十年生活当中去磨练我们，准备我们自己去学习过另外一个未来的第三个时期的生活，那就是一个永恒的生活，那就是一个灵性的生活，那就是天主教叫我们过的一个终极的生活。所以其实我们有两次的孕育，我眼前可以看到的孕育，在肚子里面的孕育，它慢慢从一个小细胞分裂长大到四官，到四肢五官，慢慢成为一个能够独立生活以后，它出来，然后再经过那活一个现世的物质性的生活，他在这个物质性的生活当中再一次的孕育自己，透过不同的知识的他再一次的吸收，再吸收天主的养分，吸收世界的养分，吸收别人对他的关怀，彼此的分享以后，他慢慢让他自己成熟，去准备去面对第三个生命期，那就是永恒的生活，那就是一个永远的一个生活。所以未来的生活很重要，是取决于我们现在的生活去怎么生活的。所以耶稣基督到这个世界上来，他帮我们去除这个死亡的这个枷锁，这个恐惧是什么？他带给我们未来的希望，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现在如果我们可以试想，一个小 baby 在妈妈肚子里面啊，被受限制，什么就是黑黑的，每天是黑夜，没有看过阳光。可是如果一个人呢，给他打电话，给他说不要怕，你现在黑暗没关系，那都是暂时的，以后你出来以后就会有阳光，就会有颜色，就会有这五光十色，有这山川花树花果，那里面外面的风景非常美丽的，告诉他，他还不知道。可是如果有一个活着的大人告诉他，能够跟他沟通的话，给他希望，他就不会惧怕出生时候那个暂时性的困难，那个只有在惨痛时间的那个困难，因为他知道经过惨痛以后，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全然不同的一个新的生命。OK， 好，所以啊，那如果耶稣基督他的死亡复活，他代表是已经先我们而去，已经在那个未来我们所要将要生活的那一个永恒的生命的那个境界，他回头告诉我们的时候，为的是什么？告诉我们希望，告诉我们愿景，给我们这向前走的一个力量。虽然他要经过痛苦，耶稣基督自己本身他也经过痛苦的考验，死亡的考验，可是他
战胜了死亡，他超越了死亡，他已经到了那边去以后，他就回头告诉我们说，那边的愿景是什么？哦，我们发觉原来这个生命，原来死亡它只是一个过程而已啊，它只是一个关卡而已，它不是终结，它只告诉我们说是一个暂时性的做一个总结，帮助我们做到一个另外一个地方去。所以其实在教会里面把死亡呢没有看得这么可怕，相反的是把它看作是一个盛世神圣的事情，盛世啊，神圣的事情。所以看教会在面临死亡，在处理死亡的这个议题的时候，他用一个关怀鼓励给人希望，用盛世，用这个富有盛世，用和好盛世。富有盛世是什么？减轻他在死亡过程当中的那种恐惧，那种惧怕，说没关系，我们跟你在一起，陪伴着你啊，一起向前走向永生。用这样的一种富有的方式帮忙他，减轻他的痛苦，用告解盛世告诉他，所有的一切你都可以放下，所有一切恩恩怨怨在那边都没有用处，留下的只是很单纯的你自己，很单纯的你自己。我们等一下会说的，在进入到永恒生命当中，耶稣说你们要从窄门进入到天国去。什么叫窄门？是不是？所以你要放下所有一切东西，然后慢慢慢慢走，滑向那边去。所以那边的愿景带给我们是一个永恒的希望。所以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死亡，用他自己的复活，带我们去重新再认知死亡是什么，重新再认知这个死亡背后的永生是什么。好了，所以死亡过去以后，它就是一个永生。教会用盛世，用这个盛行，这个富有盛世，坚强人，用这个告解盛世，洗涤人，用身体盛世，坚强人，告诉说，所以在人死亡之前所领受那个身体盛世，被称为叫做旅途之粮，纵向走向永生的那个生命的时候，叫我们有勇力、有勇气、有力量，勇敢的去走向这最后的一段这个最后的时间。所以其实在某种意义来说，它是一个两个事件的一个结束的一个跳跃，怎么去跨越那边去。可是在人来说，它总是一个总结，一种结束，它总是一个算账的时候，叫做盖棺论定啊。意思是说什么？以前做的事情要算总结，以后再做不掉。所以有人怎么样把这个死亡那一刻啊，给它做一个比例呢？它就像我们现在每个人用的电脑啊，我们如果计算程式的话，今天做生意啊，买进多少钱，卖出多少钱，哒哒哒，我们都不知道今天到底是赢或亏，什么时候会知道今天赚钱还是亏钱？按下那个 Enter， 按下去以后，结果咻就出来了，今天总结就出来了，今天是多还是少？所以其实我们在生命末刻的时候，我们都要接受这一个在死亡的进入到永恒生命当中那一个计算公式，算算看你这个人够不够资格要去哪里，够资格去哪里，你可以再投资吗？还是如果说已经很多在这个生命当中很多的盈余，你可以用这些盈余再去投资新的存折。我们用比喻来说哈，如果说你是 minus 负债的话，那么你是不是要去重新再赚一点回来，到另外一个地方可以让你去赚钱的地方，让你赚回生命的利益，让你能够去进入到永恒生命去。所以那是一个计算的时间。所以这么一按下去以后，我们所有生着过这个赚的钱、输的赚的钱、赔的钱、公公过过生日，一下子全部出来，那一秒钟之内决定了我们所有的一切，然后啊，所有的买卖停止，因为我们身体不能够再做任何的行动了，我们也不能够再跟别人做好事情，也不能再做坏事情，买卖所有买卖的停止，所以那是一个盖棺论定的时刻啊。那个时候叫做什么？叫做一个个人的一个私审判，简称为一个私审判呢，就人死亡以后。第一个所要面临的就是个人的在天主面前，那就论功行赏，有赏善罚的时刻。好了，那这个赏善罚的时刻是什么呢？